感谢老师栽培，我能取丹成仙了。不知道这届怎么样，有没有人取到白丹？十三怎么来了？哎，就是。捡来的吧？自己不捡。糊弄鬼呢，滚。帮人手册抄完了吗？书院卫生打扫了吗？你有资格来这儿吗？采人之精气，次日光月华，内解金丹，由湖而前。元魂丹百年之前是种在棒人身上，靠人的精气养成，要一定的时日才能收割。采丹历来是胡家子弟最重要的考试，这丹的成色便是你们的修为。你的丹是如何取得的？我化为这棒人的娘子，佯装重病，骗得他自愿献丹。自虚极，守静笃，一物之力，万物之力，万物并作，无以贯出。此界深渊皆为黑丹阿紫拔的投射，修成了无尾狐仙，能令棒人自愿献丹。见他骗术高明，下月十五子月之夜，我竹江县千年一遇的元魂白丹，请下界生源上台千选棒人。元魂白丹千载难逢，若能使棒人自愿献丹，可为一等九尾狐仙，狐界至尊。谁没有上台？没谁了，狐仙书院正式生源都在这儿了。我你干嘛？不是守人吗？若那签不属于你，签路开了也抽不到。是这位。
你们可依照掌上的签文去确认棒人了？不会没有吧？我有钱！图个残钱得意什么呀？残钱？这是啥？一对耳朵吗？还能再抽一次？十三，你只得残钱，你求丹失败的几率很高哦。反正又不会死。哦，有可能哦。即便不死，浪费这次机会都得再等500年哦。总是个机会嘛。知道为何我赤狐一族唯独你以为土狐吗？莫非你出身高贵，原本是西方离恨天外灵山之上的仙母，但被陛下你注定了你是我在路边遇见的。我在说什么你听到了没有？我说你是我在路边捡来的。就没有一点传奇吗？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一点点都没有。你本无仙家血统，若稍有不慎，只怕要大毁原形。你若执意下山，这个宝物可以用来斩妖除魔，助你去丹。哎哎，小心！爷，您就是我亲爷爷，对我最好了。哎呀！你能选亲啊，那也是天意啊。此趟去人间，十三，那你还不是到圈圈的放人在爷爷，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给您，欢迎无邪用用。白十三，我拒绝和你捆绑，你放开我。小的都敢偷啊！爷爷，出来吧，我知道你在这儿。长老，近来我胡家子弟多有殒命于取丹途中，十三道行尚浅，我担心十三莽撞闯下大祸，他也许是最有可能取到白丹的一个。你替我多留心他在人间的动向。是。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画里这个人呢？没有见过。没见过，谢谢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画里这个人呢？好像没见过。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刘道然，就是画中这位公子？没见过，不认识。谢谢啊，走吧。这位公子，请问你可曾看过这画中人？这位公子，这位吃鸡的公子，打扰了，走吧。干嘛？白十三，你下山是为了赶上伙食吗？吃鸡这么快了吗？急什么呀？吃完再找。真要命，棒人都出现了，一对长耳朵。棒，在哪？在哪？耳朵？公子，你还没有给钱呢，还没给钱呢。哎。耐力十足，天地任君行。公子，我看你今年很有可能金榜题名，衣锦还乡。不如这样子，咱们交个朋友，我给你打个折。不错，公子拼个驴吧，异地还驴价格更实惠哦。哎呀，你要不要看看他们的驴啊？喂，这么多，究竟是哪个？刚才那个。好几个刚才呢。真要命，最刚才那个。这个。救救我小孙子吧！这画里封着的都是各路妖精，每日一户，待画中人死，你孙儿的病保管痊愈。谢谢神医。你跑什么跑呀？棒人可就在附近啊！此地不宜久留，改日再说。啊，没长眼睛啊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别提我！哇！公子，你没事吧？离我远一点！王爷啊！哎！Thank you.
这盒里。擦，越擦越脏。你拽我干嘛呀？我的驴呢？我哪知道你的驴跑哪去了？松手，松手！不，赔我驴！你信不信我揍你？那不是你的驴吗？啊！喂！回来！别跑了！我要我驴！驴啊！追我干嘛？别跑！为什么这么能跑呢？君子乐于言，敏于行。迷路了，高兴了吧？你耽误了我大事。你知道那头驴对我有多重要吗？那不是我的驴啊，是道然家的驴啊。得了得了得了，今晚先在这里休息，明天再找。自己觉得跟头驴似的。哎呦，不就是头驴吗？驴，他就是我的棒人。迟钝，这不是道送分题吗？哼，说不定是送命题。你要赔我一头驴，赶考啊！我也是，不如咱俩结伴吧。我不是坏人，还给我。真是个呆子。涂山人，我叫十三，你叫什么？那可是奶奶托我带给道然兄的驴啊。不就是一头驴吗？几年前道然兄落榜未归，原本约定今年江边镇相见，与我一同赶考。可怜的奶奶思念成疾，把家中最后一头老驴托我带给道然兄，想到我晚来了一天，没寻见他，却遇见你。人人笑我呆，唯独他不是。我困了，我要睡了。明天一定要帮我找到驴啊。好呀好呀。你能去那边睡吗？哦。知道来的是谁吗？就要下手。玄狐长老让我来照拂你。怎么着？这次可能是个白单。
为了巴结我。是因为长老托付。第一，小心有个道士。第二，还记得帮人手册第三章第五节，要让一个凡人对您产生信任两大关键步骤：一，让他处于危险的境地，陷入绝望或恐惧；二，给予他希望和消除他的恐惧。第三，四是老师为无德行谈上阶绿草色路林青谈谈谈谈谈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机似伏，人心险恶。嗯，是爷爷让你来帮我的，暗中保护。那你先帮我做件事儿。在下王子敬，公子怎么称呼？十三。十三，贵姓啊？白。白，那我之后叫你白兄吧。叫我小白就行啊。小白兄，竹林真好，中通外直，宁折不弯。要是能再下点小雨就更好了，对吧？咱们骑驴吧，我先骑。哎，不可以，这个驴不能骑，这是道人兄的驴。那你先骑。不行不行，我们走我们走。这是道人兄的驴，这不能骑。骑不坏，咱俩一起就没问题。不行，有驴不骑，那说不定他很想被骑呢。这条路对吗？放心，我这是带你抄个近道。这附近有客栈吗？经过苦海书院，怎么能算得上是赶考呢？考前辅导要不要了解一下呀？三年赶考，五年模拟，我们有量身定制的一跃龙门押题套餐和金榜题名套餐，一对一服务，不要88，只要88。88文呢？88两银子。不要吵到他们。小白，我们走。押题率很高。他们把考学都做成生意了，方圆几十里可再也找不到落脚的地儿。不用辅导，一间房两个人只住今晚。
小白，小白，人呢？
子健，对不起，快走，快走。爸，你还好吧？对不起，对不起，走走走走走。我看不是没好了，你现在让开，我还不合。妖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来历。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哪儿那么多废话？你这傀儡术不错啊，不愧是跟我混的。你几天没刷牙了？没弹性了。我已经让药师成天可不能忘了我。不找你啊，不找你，不找你。我演的怎么样？还可以吧。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这样就不怕他不信你了。我后面没准备演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演了。他后面闭嘴啊你！是这样的啊？你变身啊！妖怪，快把小丸吐出来！小心我，我可不想杀神啊！好，我出事了，妖怪。妖怪作恶，连环计啊！舍命相救，苦肉计啊！事先竟敢不跟我商量，我哪想到我最好让烫伤了。你谁啊？我师父，我小弟。
幸会啊，你看我都伤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多给我点好处？行了，去单啊，摆单，川浪神仙少不了照应你们的。万一不是白单呢？你暴露了身份，将计就计，把那个帮人骗到健康城，为师会设计帮你看单。一切听我安排。杨贵，快把小白救出来！抓住机会，别让那个帮人跑了。为师会在暗中保护你。快走！你是？对不起，我是狐仙。啊！我是来报恩的。报恩？干嘛吐着黄水喝着出口？我不会伤害你的。哎，你别怕，我变回来。我记得我救过小鸡、小狗、小猪。可我不记得我救过小狐狸啊，因为是500年前那一次。我不记得了。废话，你当然不记得，那是你上上上辈子的事儿。疼啊！真的？你不害怕？我从小啊就喜欢这鬼怪妖魔的戏门，没想到真的有，还能遇到狐仙舍身救我的命。你也救了我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有一次我掉进猪圈里被咬伤。咦，奶奶呢？就是拿这个给我医治的。这个呢，得嚼碎一点，然后敷在伤口上。我觉得我伤的可能也没这么重。我的驴呢？你怎么全身湿透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驴。跟着你可以吃鸡。你说这全神不靠桨，难道真靠浪啊？靠我？啊？这么神奇吗？他叫鹦鹉鞋，狐族最厉害的宝贝，是我的爷爷送给我的。这是紫禁，这是鹦鹉鞋。在下王紫禁，还有何用？何用？没用。一种配置，借我看看吧。当然不行，这是我们狐族的宝贝。借我看看吧。不行啊！喂，闪光嘛！想你，够亮不？
是法力无边的那种狐仙吧？当然，想干嘛干嘛。啊，好羡慕啊！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院士、张氏、县府考试、考童生、中秀才、取功名，真羡慕你们，多自在。我们也是要考试的好不好？你们也要考试啊？只是和你们的方式不一样而已。那你陪我赶考，等你考试了，我也为你做点什么。就这么说定了。我既然是来报恩的，不如我满足你三个愿望吧。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家财万贯，这三个如何？可以。你帮我找到道然兄。这是你第一个愿望啊。嗯。你为什么总是道然兄道然兄道然兄呢？我家祖传赤墨，专攻县城书院，道然兄是书院里一等一的才子，17岁便中了同名秀才。要不是他，我可能连字都不认得。道然兄，他就是我的榜样。好，我一定会帮你找到道然兄的。第二，你的伤快点好。我的伤已经好了，背骨酸。算了，下次再说吧。哎，你说那个狐狸是不是爱偷鸡啊？那是黄鼠狼。哦，不过我奶奶告诉我，世界上最可恨的就是偷。不是杀人吗？杀人是偷人性命。那骗人呢？骗人是偷走了别人的信任，都是偷，都可恨。小白，你是狐仙，那你一定知道很多咯。问吧，呆子。那个狐狸跟狐臭有什么关系啊？这算什么问题啊？好好好，你别生气嘛。那到底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小白，小白，你看对面。过了健康城就是贡院，是我考试的地方。来，先放到驿馆，过两天来取。好嘞，您放心。走吧。驴呢？都安顿好了，放心吧。好不容易来趟健康城，不去看看多可惜。但是，走吧。真美啊！里面坐坐呀。喂，公子别走啊。携手游遍京城，公子那边有人在等你。一定是道然兄。刚才那个小厮呢？公子，过了桥就是了。应该就是这儿。道然兄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找涂山哥。哎，找人嘛，来这儿都是找人的。不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找涂山牛道然，在二楼上，就在楼上的。哦，哦，公子，我们等您多时了。哎，来来，这边。啊！为师为你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一个不孝的徒弟，你居然敢笑？那我是笑还是不笑？等一下，我们不是找道人兄吗？是啊，啊，走啊！不是，你们干嘛？走走走，等一会儿。你们别误会，我可没钱消费啊！小白，小白，哎哎哎，在呢，别怕啊！你们放开，小白。就看今晚了。非得这样，人妖殊途，魂则不然。他们能在人间跟妖界自由穿梭，自然能看见咱们看不到的东西。无论是丹的位置还是成色，一并确认尽在掌握。即使片丹失败，为师也会设计出取丹的法子，这是旁人手册里学不到的。干什么光天化日的？天已经黑了。啊！喂！开门啊！开门啊！他不会把我的棒人怎么样吧？小白，能怎么样啊？开门！开门啊！好像我奶奶所说的仙女。什么声音？有戏？他不会把它吃了吧？他不敢，顶多吸点血。好了，我得去照顾生意了。若不是白丹，也少费点功夫。
公子，你流血了。才下王子敬误闯姑娘香闺，更不该对姑娘起轻薄之意，我先告辞了。公子归庚。十三。小白，打扰了。公子这般躲我，是嫌弃我吗？不是，姑娘误会了，子敬并无此意。姑娘花容月貌，子敬还想要问什么？问姑娘是哪里人士？西域吧，不记得了。断了，敢问姑娘芳龄？打听得这么仔细，是要娶我呀？小生尚未娶妻。这么巧，小女子也未曾婚配啊？不是这个意思，子敬是说尚未想过娶妻。我陪你。好啊，就是要你陪我。啊，流血了。怎么了？跳舞的人平时就应该多练习。哦，姑娘真是用功啊。姑娘，你怎么？妆花了，补妆。别动，站好，不要转身。冒犯了，姑娘，子敬撞坏的东西应该要怎么赔给你啊？姑娘，姑娘，这么刺激啊！好奇您就进去看看，心疼就进去劝劝，光坐着观战。哎，讲不讲道理啊？你心烦拿我撒气啊？姑娘，是不是子敬让你想到不开心的事了？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子敬也从未见过姑娘这般神仙人物，姑娘才貌双全，流落此地，不用想也知身世凄惨。子敬囊中羞涩。此次若能榜上有名，必定要为姑娘赎身，脱离苦海。啊，你干嘛？啊，不转身了。这是子敬最爱的书，赠与姑娘。啊，又流血了。子敬非姑娘不娶。你有病啊？特别健康啊，不留了，别动。姑娘，要是无明媒正娶，就尽夫妻之礼，那是辱没了姑娘。这什么鬼符全遮住。姑娘来。啊，子敬也怕管不住自己，所以让姑娘替子敬竖起手脚。哼。我王子敬对天发誓，必要金榜题名向姑娘提亲。如果你也愿意，今晚只属于你我，漫漫长夜
莫非你真要跟我讲孔孟之道？啊，不不不，那个太无趣了，我们来讲南华经好不好？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呆子，我没算太对不起你吧？少了他都呼噜睡不着，还是想三个人斗地主啊？还我！还你什么？把东西还我！看见了吗？不曾亲近，没机会看。看来我真的没有取丹的命。缺心少肺还没长胆的人最爱怨命。少白，我是喜欢的人呢、啊。欲读爱莲。如果他不是我的帮人，或许我们真的能成为很好的朋友。白十三，这些年因为你的身世一直被别的狐妖笑话，是他们笑得还不够刺耳吗？你也真是个棒人哈，心态真棒。嗯，我看看谁敢笑我。你不笑，你就继续装听不到吗、嗯？还笑吗？笑吗？你笑啊笑啊！嗯，喂，哎，喂，喂，哦，喂喂喂喂喂喂，你醒醒，喂喂喂喂。你很调皮吗？哎哎哎！别别别别别！怕水啊？你也就会跟我厉害，你让我怎么夸你好呢？啊，狐界棒人，混血丫头、偷奸耍滑，这点事儿都办不成。你附身的荷花还在我手上。若不是我还要用你破符取丹，现在就可以毁了你。请问你们二位有没有见过画像里的人？如果你之后见到他，麻烦告诉他王子静在贡院等他。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画像里面这位？在下王子敬。哦，令尊可是金陵王室，家父擅长制墨，就是制墨好，制墨好。诸位有没有见过这画里的？中了，我中了！怎么？叶鹏，这是我的。叶鹏，明天就要考试了，发什么呆呢？你说全城得有多少赶考生员呢？真能榜上有名的就那么几个。婆婆妈妈，考不到功名就没人看得起你，对不对？也没底气跟心上人提亲。我懂，我出身呢也不好，其实
我现在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狐仙，考试吗？今年考不到，下次再考喽。读书是读给自己的嘛，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你一定能成为狐仙的，还是个好狐仙。大国选士，但务得才，荆棘在此，请咨巡检。凡有夹带作弊者，一经发现，即予查究。官爷，你就放过咱吧。咱说话。记者，你要不要切开看看呀？这再切一刀，前面再来一刀，切切。刀工不错。过前者领试旨后逃。
举事，一鼓作气，臣定。你来干嘛？我来找你谈个买卖。今夜，后院恶灵要收走一批考生的魂魄，包括王子敬。中了！我中了！恶灵收魂，符文自然会破。这办法，老爷也不知道。子敬魂魄已走，不会感到痛苦。此时下刀，也能取到上好的成色。天池穴旁三指处，白丹，看清楚了吧？事成之后，你要助我夺回元神之物。别忘了，取不到丹，你500年的修为就白费了。我帮你一次，你也要帮我，记住了吗？记住了。大仁兄，我可找到你了。我是子敬啊，你为什么不理我？这么多年没见，奶奶日夜思念，家里还发生了很多事情，我还交了一个朋友叫小白。大仁兄，奶奶要我把驴开。小白，你等一等。等什么呀，你元神出窍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他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道人兄。他已经死了。死了？我不相信。你让我打你、啊、快走。我不中，谁来打中？
长。是这颗俯视天下的将才，便切不可贪那俗世眷恋。亲人、知己、红颜，甚至少年执笔的初衷，若未功名，皆可弃散。子衿，再见之时，你我二人名字，注将入史成诗。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不识君，道然兄。子衿，好久不见。兄，我真的好想你，我跟奶奶日夜思念，盼你回家。晚了，一切都晚了。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我再也不用困在这盒里了。十三
有缘再见。子晴，子晴，子晴，你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那狐妖要跟随，要跟随，要跟随。不过是为了体内的元还丹。稍微慢用啊。小白，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是因无邪救了我们，他本来应该留在爷爷身边，都怪我。如果你有什么心愿，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也想为你做点什么。小白，元魂丹是什么？就是一个丹，我有，我可以给你啊，你不要和我客气。小白，我还有一个心愿，我想带英莲离开这里。她本是被人贩拐来的孤女，卖于牡丹楼为娼，跳河而死。因怨念深重，魂魄寄托在这荷花之上，化身成了这牡丹楼内的头牌美人，吃人心，吸人血，维持容颜。你早知道了，唯得一人真心，方可超度。你能帮我完成第二个心愿吗？你可想清楚了。涂山王子敬诚心备下三书六礼，向牡丹楼英莲姑娘提亲。趁着大婚，正好借这女鬼的手取丹，也是你这个废物的造化。你听我指挥就好。英莲姑娘，你可愿嫁我？你不是已经知道了？正是因为知道了，更是因为答应我姑娘，我是诚心爱慕。子敬不在乎姑娘是人是魂，我与树妖为伴，游戏人间，习惯了，害怕，还去。我是花魂，和我在一起，你将命不久矣。姑娘不喜欢子敬，命不就该浪费在心爱的人身上吗？傻孩子，你我不过萍水相逢罢了。性命若能让至亲至爱如愿，那也不算失去。人早晚一死，子敬没有救济天下的胸怀，但我只愿让关心的人都能有个好归宿。子敬是个穷书生，
从小没人看得起。原本担心落榜，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可我一直在想，功名无非是让子敬更有能力去保护别人。这一路赶考，我交到了知己，还遇见了姑娘，这才是子敬梦寐以求的。日月苍天为鉴，山河鬼神为凭，王子敬愿与英莲姑娘结发为夫妻，相许相从，同入轮回，永生永世，生死不离。子敬来晚了，往后的日子里有子敬，不让你再受半点委屈。老狐狸，你给我听好了，老娘不干了。子敬，过来。小白，别过去。他本想趁着大婚来取你身上的元魂丹。哎，英莲，你误会了，是我答应给他的。惺惺作态，本就是你要取他性命。你也不要！小白，小白，我不能让他再骗你了。依莲，你放开小白，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朋友？他编造谎言，佯装报恩，骗取你的信任，就是为了彩蛋试炼，贪图你身上的元魂白丹。我没有。什么元魂白丹？小白要拿，拿去就是了。拿去你就死了。小白，子敬，你快走。我从未想过伤他性命。还敢说谎？你还护着他？解释什么？你们狐狸天性狡诈，期限将至，都知道你不取丹就会被打回原形，五百年的修行你会舍弃？哼，天大的笑话。英莲，我求你了，你放了小白吧，他一路都在帮我，是不会害我的。小白，你怎么这么傻？今天我必须杀了他，否则他就会杀了你。英莲，不要。没事吧？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啊！看到了吧？